你是不是何先生的仔力王？你是？我是善鬼叔叔。你的名字本来叫做阿力，但是你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好像只牛那么大力，所以我就索性叫你做力王。小事了了，大过了不知道会怎样。大过了当然更加厉害啦。哦，那被叔叔见识一下。好啊。力王大过了还是一铺牛力而已。哦，叔叔是气功。叔叔，我想学气功，可以锄强扶弱，做个合适。共先要氣順調和。硬氣功是將人體裏面的氣量凝聚，再化成一股無可估計的力量對抗外來的侵犯。气力凝聚就要运送治愈，你用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将这块石碑打烂，你看着。现在要练习四两拨千斤。借力啊！力王，气功是愈强愈强的，你试下。